等等啊，今天呢，因为我们的那个讲呢，剩下什么？先跑一下啊。我爱你就像刮风，越风越沙。风儿乖乖吹过来。话说大大，你今天要做什么啊？哇，耳背铃，要在动了。终于讲完了，还有什么呢？各位观众，在我们开始来讲一下寻宝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讲第二个绝对闪避，绝对闪避也算是寻宝的第二个大奖。然后因为这两个算是大奖，我们在最近影片先把这两个给结束掉，之后再来慢慢讲。现在攻击时有怕距离可以回避闪避这 damage，是可以镶嵌在于绝对符文的一个位置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天这集主打第一个大奖。好，我们今天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我是觉得说我们讲到哪就算到哪了，好不好？慢慢讲。啊，这任务也太烦了吧！哎，那我这个支线应该完成了吧？